OK，刀锋养成哦，真的不得了游戏啊！那大家对这类型的游戏情有独钟，哇，真的是非常耐玩哦。我们要不要先量一下比值啊？我钻石跟你们讲过吗？钻石，然后积分这边道具都可以看一下。再看那种时装。他这场游戏真的是 Polo Gibbe 啊，我真的觉得可以说是大家很喜欢的游戏的，因为他苹果的玩家应该是很喜欢。那跟那个关羽养成一样啊，就是你看他都有聊天室，而且他的聊天室也是可以看人家的。为什么要看人家的东西还要在哇？对，你就觉得很耐玩，然后你看那宠物都可以看。Oh my god！等一下，我领一下通行。那你看，我们就一直挂机，最近挂机的游戏真的是特别火。然后这三个一起升上来，升级有没有？十倍还不够吗？考你啊！欸，我是不是当啊？欸，可是我们昨天玩关。欸，我到底有没有档啊？不能升啊！啊，原来我们只有三点，我还在那边敲，十倍不能升欸。